中单猴。还好我带了魔抗。那咖喱奥带了40点魔抗是干啥呢？不过我 E 技能确实是魔法伤害，他以为打谁呀？哎呦我这收了一个兵挺难受的。点一点点点点点点。飘传送，吃个饼干吧。那梦魇100%交闪，交闪我死吧。交闪就死吧，没办法，玩个梦魇也二级抓中。哎我操，我都服了。好家伙，三级螳螂打不过二级梦魇。一换一，其实我们赚了。这种兵线，我出门就全吃了。这 Q 技能太短了。不是何止是赚了呀，那咖喱奥不起飞了吗？有狼头可能要死啊，人没了。那咖喱奥人咋没了呢？你上哪去呢？他要么回来，直接往下走了。这梦魇就直接往下走，找到他。那咖喱奥如果敢过来，我们就杀他。他如果不过来，我就杀对面下路，要不他就别赶可。抠你一下。
你看你有多少蓝够用啊？ 怎么打中路也一样，不让他吃瘪。梦魇赶紧来呀，梦魇，梦魇快过来呀，梦魇！这小兵怎么看见我的视野？我靠！ 一整人没了，我都不知道上哪去了。玩个上单混，玩个中单也他妈混，成天混，连个兵也不吃。虽然我也不让他吃啊。 这有什么用？给我掏死个螳螂来！我吃个小饼干，你怎么办？赶上我，咖喱药差一丝儿没死，运气不错啊。 你是不觉得你死不了？你凭什么死不了呢？我有红 buff。 跑的有点快呀！开完走吧，一层差不多了，那梦魇要过来了。 人家家打野8级，你5级，完事你挂机，你干啥呢？怎么？哎呀，我操！这都是些啥呀？这都还能像点人了不？ 双帽他拿吧，我也拿不着。那梦魇挺幼的，打不动。跑下路去了，把他中路给他拔了，还游走上了。
谁的传送？为什么 ADC 会带传送啊？APC 也带传送，嘿我这螳螂挺能送啊。下路人挺多，不过中路一塔没了。你不用我点，你点不点我也会拆的。三个人来我中，还真就不太好使。把跳弹打了来，那杀你吧！哎，我的双 buff 啊！我的双 buff 啊！我操！我把那梦魇打残了，把那潘森快点差点杀了，没有一个人头是我的。哎，好烦啊！抢我人头了。哎，好烦啊！他为什么要抢我人头？他一个143的，他凭什么抢我人头？居然没死！哎，这里的真眼哪去了？把眼拔了。那左边100%有人。这波要越，费点劲吧。看来不费劲，我杀梦魇了。AD 死，该让你抢人头，死了吧，该啊。干哈呢？为什么要野我？我不明白。出什么邪呢？布点邪吧。这蓝 buff 那个抢人头不是他抢的呀，蓝 buff 那个没问题。下路，我说刚才下路这波他不是要抢人头吗？他不抢人头，他能扛塔吗？你给我死！
哎呀，双 buff 漂亮！虚空掠夺者要红 buff 啊？你要啊？好，给 ADC 吧。我们不杀他，因为杀他很有可能梦魇要飞我。往下走嘞。这个草丛不错，潘森卡视野了，他没晕到我，只能我先打他。他只要反应不过来，我的一出手了他就死。这家出个蟹手，我感觉我都能一打五我打他们家。我有两件装备想出，第一我想出黑切，第二我想出这个炼金朋克巨炼。先杀这鳄鱼，因为鳄鱼吧是我们没有杀过的人。你可走不了，我今天要杀你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弥勒佛来他也救不了你，我不可能让你活，我让你这梦魇赶开我。发什么信号，踩了就完了呗。我要打个红，是个什么东西？回头 A 我，你要不黑回头 A 这一下，你直接跑，可能没准你还能跑了，你跑得比我快。哎，就非得就愣就得回头 A 一下子 A 吧。本来我们的黑切钱是不够的，突然之间钱够了，我还差1000块钱呢，原来。这挺好，回家出黑切去。死的惨，我要给你写个惨字。这辅助自从抢了我那一个人头以后啊，就没拿过人头。哎呦，我们家还有个铁男呢，什么时候的英雄？是后进来的吗？我咋没看见他呢？我没看过这人呢，怎么？我们朋克巨链加蟹手。你要去中啊，我就推上好一点，尤其是这鳄鱼可以尝试一下击杀。
装备的，给他装的，还他妈塔下还，哎呦我操了！是不是不应该气性这么大？这闪现不应该交的。我寻思能不能在他们家基地转一圈，完事我们得跑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刚才我看他那防御塔好像没砸死我，我可以再跑一波。我看着他 ADC 就生气，凭什么 A 我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我是刀不快了，还是怎么回事？杀你杀晚了，这是杀这 ADC 杀少了。从现在开始啊，我们的目标不再是梦魇，而是这个镜。我要出收集者了。不杀的梦魇是真是不行。你再 A 我一下，我看看，你再 A 我一下，你再 A 我一下。鳄鱼应该能杀，跟我上来，我有吸血，漂亮。ADC 没有狂风之力，这波他再出来敢 A 一下，我就打死他。这么打死的，我让你 A。